杀女警是第一步，杀我报仇是第二步。他们专门摆条尸在这里，那就分明向我们警队宣战了。我相信一定会有第四次。女警杀手在澳门出现了，肯定凶手是同一个人。这种人呢，就是病态中的变态，我是绝对不会介入你们的。你一定可以找到证据指证他。如果我去澳门拘捕他，你没阻止我。你不是澳门司警，你在澳门没有执法权力。我是个警察，捉凶手是我的职责。Monster. I'm the monster you created! Shut up and fight me! This is the legend! 我只是差少少就捉到个扑街了。如果你真的有生命的话，你就再出来救下我。